小点声啊，嘿嘿，啊，这杆带起，站下不？你两个在屋里啃果子要不得啊，大的一定要来，拿个闷球。你好歹给他们一人增加鱼一批去哦。这个皮夹克哟，防水的哟。你的杆子花好香哦，香的醉人哈。嗯。晓得，牡丹的鱼我有山水啊，放在池子里面饮水啊，结果没得水啊，有点点那里看到有点点，好吗？嗯，不晓得石头哪去了，这两个没有石头的。你认可起么？还要找你陪你？那种感觉有点像那个哟，小的时候父母他们去手术栽秧那感觉。炸起来，这里安逸了，还要再高点点儿。这都全是沙呀，堵到了，嘎。嗯。俺常年从来没得人清理过呀，它浪费不多嘛，草都把它淹没完了。留下去了，就是嘛，要管点水嘛，要不那一天做个啥子？像他们那些别个在那边洗衣服那些个水都没得。哎，那个水还流得多大了哈？这证明他们防水没做好啊，墙体没砌好啊，真的。八百来个噻。来看看那个水有没有感觉到，应该还好奇吗？哎呀，那也得听说雨了。哎呀，还是游龙打滚啊，能够关起就好了。你那是不关的话，看那股水就跑起来，就没别水了喂。啊，说那池子就跟他干了喂。杨哥，这人天气晴朗，我要想整鱼池呀。这鱼池没打那么水，没法整噻，你把水抽干净再发。那就先往那边那条路啊，我把那条路先挖的嘛。这挡挡水抽都要抽半天。好了，娃子。啊，再抽点哟，不然就跑哦。这多人要上鱼的哟。我去的是谁呀？要上鱼？哪个说的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不好抽。可以嘛，走嘛。地下是湿的，你们的工程比车轮子都大了，这家伙脏了还。这刷的那天刷的人家不像鬼一样，软点子好。嗯，这刷惯的，不擅长做活路的。这人有人点了还。我去！你那个车咋子？我那个娃一直在发不出去，他是。你来吧，这个全都在走，
手劲儿手劲儿痛痛痛痛，膝盖膝盖痛。过来，我拿这个说话。你有血流啊？那行，那错了。见到你从二过来一下，让我们又来弄一下，换一下。走了蛮长，马说肉没得。那今天中午我们就吃炸肉啊。我去喊大爹，今天跟大爹我跟他说说，免得他等会儿把饭煮起来。好，是。哎，路太趴了，好难转，好费力哟。耶，看有轮子转都不转了，这轮子插着的啊，好重哦。啊，动都不动，有啥事还有？看来大智慧了，能智商。你这个轮流把头不是个好日子，看看你卡到油来。哎，头两转就热到了，没事。你挖架去了？今天的东西不好喝好吧？我去内人，我前个头不想穿了吧？想穿啊？好，那咱今天依你的，你选择哈，你说啷个就啷个。我来脱，你分配点青草和路人甲，就是整个路。为啥哈？我人家认不得你冤枉。最后一点，走了。少点嘛。二龙，少点嘛。哦。青草挖莫挖多了，莫挖厚了。用回来可以再去挖多点，来，那儿可以就不挖少点。那么横竖都是你的说。我大的费力，我为你好啊。你哈哈为爸爸好，爸爸不领情；为我好，我也不领情。你不尴尬呀？看来我的爱都是多余的。你的爱咋搞咋搞哈，你想啷个挖啷个挖，想啷个造啷个造，是吧？这鱼池边上那条水沟是帮墙好还是帮边边好？我看了外头看不看咯？要、哦，还是看的话呀，还是这里头好些，帮扛好些。因为个温水它就不怕对不起石头，那就真的靠墙边了哈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这里挖那么多步骤的，扛垮不垮哟？不得垮，不垮吧？有的时候要垮就垮，它就垮，它又来拉哟。有点地方，人家干劲好，我都真怕了，你还干劲好的？没法子啊，学习供应商嘛，慢慢的做嘛。要那会那个石头啷个做？什么大哥？啊，定了噻。又定了哇？定了不怕那个坑垮下去了？怕在爸爸说的垮的又来哇？哈哈哈哈哈！精神好。爸爸，你的工作又来了。走。我看了那个石头不蛮大，大的话真的怕还要垮，你会抢掉。咱们要是说啷个就啷个，一切听你安排。水才大呀哈，爸爸，之前是我们给当当河水河水，还找不到个哪个塔头，现在把那个河水看到，那就有信心的哦，那个河水终于找到了。以前还以为是山水哈。是啊，那山大谷起个毛。豆都趴了，快跑了哦！好嘞。
敲你的拳。我想换车名了，名字好麻烦嘛。给日本就火车换车名了，兄弟。不管是香香槟，我认大哥那个分子面就是香气哈。谢谢你，谢谢我。很确实是这样。这个呢，我们才买多少钱子？五块。五十买五块。要一百毫升嘛？三十啊。三十一根。我们这头。咋把炒肉吃哦？炒肉噻。对呀。别人卖羊肉了，卖羊肉了。